是啊，我也想啊，想孩子，想让他们回来啊，慢慢来吧。你又想把我当球球为你倾倒，飞起来了，怎么可能就要我不要 ？No No， 不行，不要，因为汪小菲又来啦。一定在一起啊，这是真爱，怎么可能不在一起？小哥哥自己果然很懂菲菲，他六月和张颖颖去杭州玩还不够，接着又被目击两人和朋友同游重庆。哎呀，菲菲，你可真会玩呐、啊！爱到我们的祝福人家，对不对？我们祝福嘛。兰姐，第一不住二手房啊，第二呢不要二手货啊，第三呢就是别人的货，兰姐连想都不想，所以呢别拿这个来跟兰姐开玩笑啊。兰姐，可是你儿子也是二手货呢。小飞没把兰姐生气放心上，二三日晚上照样开直播，只是似乎话题有点沉重。是啊，我也想啊，想孩子，想让他们回来啊，想让他们回来，可是，慢慢来吧。我觉得还得要上学嘛，很多东西其实不需要去想太多吧。我觉得把事业做好挺重要的，挺好的。小飞不想讲太多，但中国网友倒是想很多啊，竟然说45岁的大 S 怀了第三胎。网媒还跟紧刊登消息，不要瞎掰好吗？让 S 妈傻眼，说道：“拜托，动动脑好吗？她都几岁了？她现在身体怀孕是无法负荷的。” OK，